一甲没有厕所，哦，没有厕所，厕所就是房间里面马桶、尿桶。嗯，啊，另外一间呢，就是他的那个贝卡名城放床的位置，好、嗯哦，啊，另外一间呢留着，可能会是那个仆人睡的地方。晚上要上厕所来人啊，尿桶拿来，这样子，好、哦，就这样用。可是我们现在展览哦，旁边这一间放棉床啊，那是不对的，那是故意的。因为我们那边另外有展览的、啊，反正就让大家看的东西。我们等先一间一间的看，这是第一间，好、哦，更衣室。第二间这里有床，贝卡冰城。为什么叫做贝卡冰城？这个床下面有床底下，一般就是四方形四只脚啊。因为这床底下也是四个单人床，两个单人床合起来的，所以一个单人床有四只脚这样子的、啊。这个就是意思而已，各位请往这边来。今天是我这礼拜讲的最后一场。嗯哦，没有亮。有啊，好，那我有那个今天高空坏掉了。我们它是怎么弄？我们先到这边来。要怎么的？那红灯这样是开还是关？哦，没关系，今晚这边来，今晚这边来。各位，那有一位小姐在看那个机器的东西哦。嗯，那位小姐不是普通小姐，我们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有九个馆舍，九个博物馆，这是其中一间。那这九个博物馆呢，是谁在管？他是博物馆的馆长啊。那位小姐是馆长，好年轻哦。那个馆长有多大？就是我们桃园有13个区嘛，对，镇长的对的，一样大。他在管这细节，就是有帮我们注意。